接受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的委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昭伦同亚团队前几日在台东成功镇集会开会，头一摆基督徒三福大论，结果成功基督徒会八宗的三福大论，其中含特别基督徒会罕见的用心管控三福，当地的排风效益。贵体片的茫茫的东西，票的集会的开会度。讲诶，管控三伏，当地诶病结种，然后水滴度诶，马诶三伏诶乱结合反切。中央研究院诶团队伫马祖坡上一日，记录到东海岸三伏上乱留下珍贵画面。管控三伏，它是我们观察到那个雄性的这个群体，它有在排放精子，所以它整个那个群体上面是呈现一个雾状的状况，这是在过去比较少被记录到的一个三伏传染状况。东埔海岸线从台三百人公里，大概有六百人种的散户，三海天被记录到八种散户散乱。不过东海岸多年来面临公共开发的威胁，尤其机会开发较深的海带，经由一层盘盘，当初来自天南方的奶，然后无爱的唔妙，对散户的生长都挡不利。很可惜的，过去因为研究的这个能量比较少一点，所以对东海岸的珊瑚的产卵的现象，其实过去都没有比较系统性的研究。动工很可能对环境造成了不可恢复性的破坏，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环保署应该设法在法律上跟很多行政制度上要要求，就是强制做。一摆珊瑚散乱的调查，也因为发现一个珊瑚这位五孔。一档一带五个滴滴都潮来潮去，陈昭伦总认为，机会开发要当丰富的五群老珊瑚礁，做了发展生态观察的深水发通，不行个当然共同来持续关心海洋生态。下个新闻陈启明，台东报道。